大家好，这里是平史见经。刘贺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，他的经历比较传奇。刘贺经历了王帝侯的起伏跌宕，做了27天的皇帝，因其荒淫无道、不理社稷而被废帝，后去江西当了海昏侯。2015年11月21日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大墓开始挖掘，专家团队准备于今日提取主椁室内的文物。现场团队强大，分工明确，设备先进，配合融洽，黄金独有的光泽不时映入眼帘，提醒着我们这个大墓非比寻常。大墓面积达400平方米，有主椁室和回廊构成。汉墓大多被盗，可这个大墓却安然无恙。其实大墓曾经也险些被盗，盗墓贼将盗洞垂直打在了隔板上，一直打到墓底，没见到文物，盗墓贼就弃墓而去了，这可真是个半途而废的盗墓贼啊。后来专家从刘贺墓中挖出了大量的文物，还有黄金，甚至还挖出了10吨重的200万枚五铢钱，相当于50公斤黄金，可谓收获颇丰。专家说，此次挖掘得感谢盗墓贼的手下留情。对于这个半途而废的盗墓贼，你们说他会不会后悔死啊？欢迎大家关注我。